我摆烂了。你们这人小屁孩粉丝吗？上期不是说什么到了10万就把我赶出公司吗？结果呢，我在浩哥面前哭两声，还是好端端站在这里的。这有例子，你呀斗不过我。来来来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呀争也争不过你，也没你会卖惨博同情。干脆这号我不拍了，让给你，爱咋咋地。哎，小绿的粉丝们，你们啊可以滚了。我 CC 的粉丝们可以留下来给我点赞哦。粉丝宝宝们，其实啊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干嘛？看到了吗？不是，我都想不明白了，栗子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他现在自暴自弃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哎，你别理他，这种人肯定想方设法要对付我呢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他从去年11月26号开始就开始假哭，说什么以查制查。前两天4月4号视频跟去年10月份一模一样。我跟你讲，那种人肯定现在耍心机呢。还不是 CC。我真的懒得跟你计较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每天这么努力工作得不到回报，而你呢天天扭曲事实以偏概全卖惨误导粉丝，还每次都能逃过处罚。我觉得啊，我的粉丝已经对我失望了，算了，不拍了。栗子，谢谢栗子善良好欺负，我可不会，你给我等着。不是，这个善良栗子真是的，摆烂还把锅推我头上。栗子，什么呀你这？哎呦，账号已经给那个什么 CC 了，有什么可拍的？再说了，继续拍就继续倒了，顺便抹黑我。你还看？栗子平时多宰粉丝，谁都知道，这样的人能被你逼上自暴自弃？你给我好等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是他。像栗子，能不能别跟我作对了？你们能不能安静一点？睡个觉，叨叨叨没完了。烦死了！今天他不是你说咋就咋地方吗？浩哥，这能怪栗子吗？这账号都被 CC 抢走了，现在连发泄情绪的权利都没有。不是浩哥，你别听多少小姐瞎说，这段伤是自己给我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我自己给你的，我才不想当什么破达人呢。成天拦着你孜孜不倦抢账号，累不累呀、啊、我？不是浩哥，你看他这是浩哥，你们图一时出来抢栗子账号，他有没有想过，栗子不做了，公司最重要的账号没有了，商单也少了一半，这责任你们担得起吗？就是啊，栗子是我们达人的榜样，你把他变成这样，人家大家怎么想？以后谁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C C，你自己看你捅的娄子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给我哄好栗子，要不然你就辞职吧。不是浩哥，小栗子，行行行，只要你这期点赞过10万，以后不烦你了，行不行？